三个朋友，而且阿伦真幸运，对，幸好的真的真的，真的你来，你打在喝，打在喝，你来，你来就帮我们了，对呀，我们没做错的，你还是帮你一样的高家，对啊对啊。国中，然后现在以年纪来讲都大学毕业了，差不多啦，大学毕业，毕业大概就读研究所了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研究所差不多啦，我快博还没到博士嘞，博士还不躺啦，再上去了，再上去啦，对啦对啦，因为我刚刚去读博士哦，就从我想的不够秀开始去，对对对，我丢丢丢，然后就读研究所硕士博士，对，你要找个方向。我绝对想不出哦，你把他们两个接来，就是李斯，爸，李斯，心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伊也好，咱同业嘛，起码这个历史的头，这个头真厉害，看这个讲话要哪处理 ？OK， 我讲你七十几年出来。对，你看他有伊的经历吼，捌去做迄个新闻媒体，然后被做一个专访，对，就讲为什么一个电台的一般的歌手，我都不伊，他是有高中，高中大学研究所硕士读过书，你听哦，他都靠他自己，很棒，这个就很厉害，对，刚才听过哦，所以呢，真的我觉得很感谢你，等一下哦，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给歌手颁奖，你歌手会写哪会写哪诶。就是背后不为人知的心酸，对吧？我两个都是父母，我哪能照顾我？其实，即将的课堂，对，靠自己的努力，所以我帮忙在乎，帮忙陪。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你哦，你们很孝顺，懂得饮水思源，幸好你们年纪那么小，对，那么你又很会赚钱，然后又很乖，然后爸爸你们在哪哦？都爸爸或者是有时候妈妈一起陪。孝顺嘛，对，懂得存钱嘛，懂得克家底嘛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多那台下的朋友，然后我刚刚看我画表哦，他可能还长得一点，感觉上啊，因为我刚刚讲矮一点，那就爱慕虚荣哎，那种感觉，矮一点就好胜哎，无影，其实跟对我画表的长，应该大家拢做乖的，因为吼，人胜的时阵，我拢在台边做底，你台湾做底，你就会知啊，对。外口你看电影吼，你开趴的时阵，拢是人同心好的时阵，可能早上就起来做庙会啦，对啊，然后做几千啊，真的，现在这样比较少了，因为读书如果哎，进香团，晚上都去看电影，都冲啥的，哦，那时候真的没办法，比较很爱讲雄心嘛，而且很多他，以前在干嘛？对啊，其实你送的年纪的时阵，伊拢无送，他们就不会，所以当时这个疫情啊，要打破疫情。一撮习惯人的观念，以前吼，我会记你前几天时候，啊，恁做电话就讲话，恁查囡仔，哎，无娶无嫁啦，你查囡仔拢做无算的，拢做无笑的，啊，恁即卖很多长辈，拢做爱娶咱外地的查囡仔，哎，你查囡仔，哎，就是社会历练比较够啊，对，社会历练够，啊，等等哦。